我这血1500，顶就对了，顶就对了。各位把球顶住，各位顶顶333，别气啊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野兽战争模拟器吧。啊，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点点关卡哦，赶快玩，赶快玩啊，把它玩完。啊，我们现在剩从第18关开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难呢、欸。我稍微看一下、哦，我是大气也是冲三角，这腊肠狗，哎、欸，后面都不能看了，这要等解锁才能看，好吧？而且。他的游戏方式好像是可以5关里面选其中一关来玩诶、欸，好像可以跳关玩诶、欸，感觉好像可以、欸。我们试看选企鹅，哎、欸，对，可以诶、欸，可以跳关玩诶、欸。哇 ，King 那个 King Penguin，King Penguin， 然后应该这样念啊 ，Penguin 啊，反正就是一个国王企鹅，太扯了吧。然后我要用1300块把他们全部玩掉，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有点严格啊。阿月真的好严格啊，我不行啊，哎，不能用霸王龙，他这边都有限制，太烦了吧？好吧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用猪吗？用猪吗？还有什么？我们可以用。愚蠢的月月，好，就决定是愚蠢的月月了。月月大军 ，Come on！ 哇！等一下，怎么情形？哈哈打不赢啊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然后这个不能直接空白键离开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不会办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你要打到完哦，也太难了吧！我是月月，啊，愤怒一击，愤怒一击，其实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啊，我破图啦，我看我的脚怎么回事？六秀操作，跟得上我残影的速度吗？一呆，哈哈哈！好，不霸气也不霸气，认真一点。这个有点难呢。驴子，啊，熊熊好不好？我们的熊熊装备一下，装备好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。好，就这样子了，决定了。熊哥哥附身、我直接头不见是怎样啊？哇，凶残，根本在玩水吧？这根本在玩耍是不是？太硬了啦，这怎么玩啊？寂寞玩，我们要以数量取胜吗？全部都用 doggy， 决定是你们 doggy。好，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全部都装雷射。好，只能装一个。啾！嗷！啊！哇！连胜！哇 ！Toki！ 完了，这要怎么过呢？我觉得人生哦，有这一只不用，这是87，来一挑多啊。我们就看他了，是成败与否就看他了。然后周遭再多一点美格龙，10只。前面他可以当前面的那个类似就是啊防守。Go！ 我转，再转，哎、欸，来跟上我残影的速度吗？赢了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还没赢啊！来啊，单挑啊！我还不烧死你嘞！在躲啊！啊！摔死你！哎，都别想跑啊！别想跑，还没回到，这是有回到还没回到啊？然后慢慢烧消耗他的血量啊，这应该挂了。
啊，这个还一直，哇，太弱智了吧？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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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打不到啦？分七七哦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伤害判定做得很烂，啊，他这伤害判定做得不是很好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，耶，赢了 ，you win，果然还是这个假龙屌啊，超屌的哎、欸，我们过了20关的莫名，啊，我们从19关开始好了，哈哈 ，super super puppies。 腊肠狗，哇，还真的蛮 super 的，然后给我们2000块，那我们就一样嘛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们不能选 doggy 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月月啊，35块啊，看你有多 super 啊，你有多 super 呢 ？Go！ 哎、欸，该不会连这个都打不赢吧？太屌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月月撑住啊！我们狼族的骄傲，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光了？哎、欸，狼族的骄傲呢？啊，说好狼族的骄傲，那也冰啊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用霸王龙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一定要狗狗。来，我最喜欢霸王龙了。来。 Go！ 我要附身他，我生气啦！抱歉，我连碰都没碰到，呵呵，马上死亡。哎，好吧，那只好用这只了，一只2000块结束。生七七，我生七七，我碰不到你们，攻击，咬死你！啊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 啊，洗吧，好吧，那既然这样也行不通，我们就用美格龙大军以量取胜了。啊，这绝对是以量取胜了，不要怪我们无情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可以再放个啊数量限制哦，干，嗯，放个2台，冲啊！ 为了部落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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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全部都装喷火。好了，没钱了，上！跳过去根本连咬都没咬到，冲啥？根本就没咬到啊！啊，白痴哦！不能！我们要换大只一点的雷龙吗？雷龙可以吗？你行吗？你行吗 ？Go！ 哦，这个距离可以，先发制人，踩他们，雷龙会赢的。哦有，只剩两只哦，好吧。那我看一下、喔、前排剩下的钱塞这些 ，Go， 让他先攻，让他先攻，对，牵制一下，我们雷龙才有得以就是好好的从旁边 poke 他们，撑住啊！这霸气，哎呦，才死一个，打爆他，哎，一堆，不是吧？可恶！这个还是不太行啊。那山羊，嘿嘿嘿，体积比较大，应该 OK 吧？好 ，Go！ 羊哥哥冲啊！那个羊哥哥才刚开始用躺的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无用武之地啊，你们！无用武之地啊，你们！
莫名其妙赢了是吧？等一下会赢得太快，啊，算了，啊，至少我们赢了嘛，好不好？第十八关一对箱子是怎样？是在时间之内把箱子打爆吗？好，那这个基本上就要出行这个速度人员了，用速度来决胜这一切。好，可以了 ，Go！ 50秒之内把他们全部咬完，很简单啊，迅猛龙去攻击就好啦，有没有？结束了，不用50秒，也不用30秒，10几秒就够了，过关是吧？超屌的，耶！我们终于解锁下面的了，哇，好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镭射场哦，21关就是玩足球的游戏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<咳>哇，对面。 这个太大只了吧！最好是守门这样守，哎，我们有10000的扣打，其实也还可以，哎，也是可以啦。10000的话，2、3、4、5，剩下交给小喽啰好了，不行，小喽啰有点不太行，也不能使用装备跟哨塔之类的。 我倒是觉得那个猿人蛮强的啦，猿人的攻击力很 OP，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啊，有一些角色做的太强了，不是角色，有一些野生动物做的太强，哎，都不能用。哇，这次没有猿人可以用了，哎呦，在这里，猿人打前锋好了，去把这前面的给围死，是吧？足球队啊，哎<笑>、欸，真的是足球队的呢，啊，我是没钱的，你看超级足球队。 Fire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这个动作，快点给我出球！87不要！没有没有没有进没有进没有进 ！Oh my god！ 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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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一点点啊，快弹回去！对对对！哈哈哈哈哈！动作也是有点慢哎、欸，他们到底在玩什么鬼？看没有啊？ 快点，趁现在攻击这只，落单的把它咬死。大家都不攻击，你知道吗？顾着追足球。<笑>快点，最后一集，有！干白痴哦，你们，你们在干嘛啦？游行哦，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干太好笑了。 敢这样子会赢，我给你啦！我投给你好不好？一打了这个样子，我也是醉了。不要啊，要输啦！这别气，要下去，要进去了，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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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那去吧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人生不过如此嘛。啊，人生不过如此嘛。啊，人生不过如此嘛。好的，下一局，我决定要复生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 我等一下看情况复生啊！哦，他们现在在挤球，他们现在在挤球，他们现在在挤球，不要让球过去啊！别踢！啊啊啊！我真的是醉了，林北是醉了，<笑>这找什么东西啊？我要球！ 快点，快点，最后一个射门交给我了。哎，看好像，哎，需要我的帮忙，需要我的帮忙。为了部落，一个侧踢，侧踢回去。<笑>到底有没有攻击啊？有 ！No！卡，这些人真的是，这些恐龙真的是北七呢。 别再闹啦！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玩很久。哎、欸，不要趁现在踩我，这北七！哎、欸，我被踩到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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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我一定要挡住，这个我一定要挡住。快点快点快点！一个反弹一个反弹，看到了没？你们左边两个看到了没有？快点，协力攻击，协力攻击！哈哈哈！哈哈！靠背啊，这在玩什么啊？完全看没有哎、欸。啊，走太慢啦、啊！
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闪到腰的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停止，必须这么做。然后我就一堆一堆恐龙那边爆掉，我们猿人死一大堆。哎、欸，快点快点快快！敢会不会啊？哦耶！终于！哦，好累啊，我的心好累啊！来，我们复生一下。哦，这血1500，顶就对了，顶就对了。各位把球顶住，各位顶333，憋气啊！啊，真的是够了！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做事啊？你们，快点继续把它顶掉！那个雷龙应该是太硬了，顶不出去。有，这个有，打到婉龙的头！妈的，快点啊！把他们咬死啊！这些雷龙大哥们，他们再赢一局，我们就输啦！快点！趁现在偷偷攻击他们！哎 ！TTTPTPT！ 快点让我前进啊！这在干嘛啦？要前进不前进的，在那边转圈圈！快点！TTTTTTT！ 我还助一臂之力。快点！我帮那个帮他们挡住，不让他们踢。这动作也太慢了吧！快点！有 ，yes！ 好一个头锤啊！非常好，现在已经打平了，我们要赢，我们要加油！快点，我附身在这只身上。快点，就是这样突破重围，我已经把球踢出去了。这个，别挤球！裁判不是这样讲的，完了，死定了！那个套路，球要滚进去了，那个球滚，猿人加油，猿人不要让球滚进去，那个猿人，金刚还是猩猩，管你什么，管他把它拿出来就对了，对，干得好啊，好，接下来交给我了，球到我身上了 ，yes。可恶，没有射门成功，抱歉我的错 ，I'm sorry， 再一次，攻击啊！快点，快点攻击啊！走太慢了吧？啊！猿人大军，快把球抱过去就好了，不用踢了啦！哎、欸，不要踢歪啊！你们是北七？哎呦！我要挡他们的路。我挡他们的路。弹回来！对，就这样。Oh my god！ 太远了！我不会投锤。球嘞！球去哪里了 ？Oh my god！ 掉到那边去了。别闹啦，大哥，快点结束这回合啊！别气哦！我恨！不要这些北七猿人了，这些猿人跟白痴一样。我还是觉得我们每格龙比较好，速度快，只是很容易被踩死而已。然后呢，剩下的数量不足，这个有点麻烦。嗯，几只大只的好了，啊，比如说像这个攻击比较强的，啊，不行。啊，应该是可以啊，然后再弄几只大一点的那个甲龙很会踢球，来，这个甲龙很可以，可是没有位置可以放他们了。好，再来呢，剩下的两只380可以拿什么？好，算了，随便，再补，然后再一只什么80块的、啊。那一只来跑龙套好了，然后有75块的，来，原来是鳄鱼啊，上，快点，滴，哦呦呦呦呦呦，这个有，小只的冲过去，速度型的，我们靠速度取胜，快点，哎、欸，太远了，白痴太远了，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，进来哦，啊！弹回来 ，yes， 果然是美格龙，小而轻巧，
赢了！依照美格龙这种的速度啊、哦，跟他们的攻击频率，赢了！早知道有美格龙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一般恐龙根本就追不上嘛！太棒太棒了，乐胜乐胜！滴滴滴滴滴滴滴！冲啊！快点快快快快！哦，球弹起来，球弹起来了 ！Nice nice nice！ 快点快快，美格龙反弹反弹！来来一个头锤，来个头锤！头头头屁啊头！哎呀！快点，加油，你们行弟！这走路超好笑的，你看。哇，都有残影耶，这个速度。T，Let's go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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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go 快点快快！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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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这样就这样。救给他们，他们现在被自己的恐龙给卡住了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没关系。我们虽然娇小，但是我们速度是取胜的啊。虽然我们很弱，但是我们的速度惊人。完了，我感觉快不行了。我们好像快要灭完了，干、欸、吓我一跳。我们好像要灭了、欸，哎，感觉要灭了。有有有有 ，nice， 2-0要赢了哦，你们这些小嫩逼。要赢了哦！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踢进去！哇，大爆发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没有尾巴的，也太辛苦了吧！也太辛苦了吧！我说，看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比较霸气的就是他们不会分头行动。他们就是一股脑儿的对着这个球敲，啊，这是很笨的行为。球往哪边就一堆往哪边跑，干死定了。啊，这个没有没有，弹回来弹回来，太好了。剩下米格龙啊，还有多少只？有有有有，踢踢踢踢，再踢再踢，憋气啊！有有有有，接住接住了，弹回来弹回来弹回来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就这个就这个角度，来再打一次，再打一次这个这个这个。快点再打一次这个45度角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不过他们跟不上，他们跟不上。每个人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打下去啊！也是赢了，你这北七的网晚龙再见，哈，跟我斗，那是不是嫩逼啊？是不是嫩逼啊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嫩逼啊？你看那表情超好笑。我想要做一下纪念嘞、欸，看一下这个北七的表情，还蛮好笑的。好啦，结束了。啊，结果我们才玩了一关，我们就玩了这么久。啊，我们还有好多关要玩哦。我觉得可能要再分个2至3集才可以结束，因为后面的关卡越来越靠北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哈，那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一样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左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大大按个喜欢，让喜欢变多吧。感谢你们，至少让喜欢破千吧，谢谢大家啊！记得按个订阅，感谢你们的收看啊！对了，还要在下方留言，说出你们对于这款游戏的看法是如何啊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啊！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野兽战争模拟器，好、啊，差点忘记怎么讲。野兽战争模拟器再见了，拜拜。